像这样画好了，还可以再去练习什么，再上本来的课程啊，再上课。好嘞，嗯。因为那边刚好是有种植的地方。再加暗出来，我用我的咖啡沫，咖啡沫再去给它加深。你看下面的一定要加深。这个，像这黑的这里啊，那个一样用黑的。一点点是咖啡沫，咖啡沫是咖啡沫，就是咖啡色的咖啡沫换成浅的。挂起来，现在就挂。应该。老师，我这边还没做 background 哎。我知道。不是，老师是在你挂起来给我们看的。看那个下面够不够？挂好了，准备。下面应该也算老师，我的那个我这个到时候没洗，不要洗到太出去哈。我的那个 background 的颜色，我中间还是要留，中间还是白啊，中间要白的，你中间就上颜色，那就这样画以前，那就会印出来就好了。OK， 那老师，我这个云，不讲两次。已经讲过了。OK。你就下面看出来，啊，你就上面就知道要怎弄怎么清了。